这里为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今天我们在黑山，你贵姓啊？叔姓王啊。王叔你好。咱用巧克力用了几年了？有5年了吧。有5年了。嗯，哎呦，您是巧克力的老用户。最开始啊，我都是啊，巧克力来的时候最开始用的啊。啊，巧克力在这个芹菜上表现的效果怎么用？它这个增重照别的芹菜高多了，分量高。咱这边芹菜也都是用了咱巧克力是吧？都是啊，咱可以咱可以顺便手势看一下，嗯、王叔这个芹菜棚里啊，这个芹菜的一个长势啊，你包括它这个叶片啊，啊，茎啊都非常粗壮啊，根茎都好，这玩意儿根茎都好、嗯、啊，长起来之后这个重量要比其他的要沉，你瞅都不高啊，一腰分量都来了，分量沉是吧？对啊，就是要比别人的没用的。亩产要高，高多了呢啊，高多了啊！您实际测过产吗？我们家这棚这80亩，这一亩25啊，这一亩地我最多是整到16000，16000斤。嗯啊，就是每次浇水都用咱巧克力，都是巧克力啊，然后能整到16000斤，这一亩二分、嗯、一亩二分五吧？啊，一亩22.5，那产量确实高啊，还不带边儿呢啊，就边那不带，就是单腰的80篓。啊，边上是不算了是吧？那干到16000哦，哎呀，确实增产增收了啊啊！您就是底肥的时候是怎么用的？底肥的话都养里头，那行的啊。底肥的时候是用多少？用不到，用30多斤肉。用30多斤，这每次充实的时候用多少？充实的话，这小时候40斤啊，就都这么大一亩地充40斤，还是这一个棚充一个棚一个棚一个棚充40斤啊、嗯、啊，一亩二分五，然后充40斤，稍高点能充个50多斤60来斤吧。单独用啊，是跟其他的搭配着用。这我都始终使这玩意儿，不会啊，不掺混，就单独用巧克力，专用啊，单独用专用啊。对，我这些棚不管角瓜或者是这玩意儿都使它啊。你像用完这巧克力之后，您这个芹菜啊有那个黄尖干叶、没有？那没有，没有是吧？你到后期才是没有那种情况、啊。没有没有，焦绿焦绿啊，上市场上也好卖。那差多好多呢，稍微高点儿，你看比这好看多了、啊、非常整齐也好看是吧？这一盆芹菜，这一茬你要冲几次？就3回，就冲3回。你感觉就是说用巧克力啊，跟其他的肥料去比的话，那你就是每投入的成本高吗？不高，这玩意儿它那玩意儿不伤根儿，它不照别的话，它稳产呢，高产呢。一亩地16000斤，这是高产、嗯、是吧？高产多呢。那、啊、非常感谢您，王叔。祝您今年芹菜啊，喜获大丰收，卖个好价，产量高高的。巧克力，Cocoly。